大家好，我是抖音社会主厨朱菲菲，我是菜鸡高伯伯，欢迎收看我们的小型直播节目抖音的深夜卧室直播。最近有一个邻居，他天天弹琴，从早上零点弹到晚上十二点，吵死个人，吵死了，烦死了，好吵啊！遇到这样的邻居应该怎么办呢？啊，对付他。于是我们决定来到他家吵死他。你说咱邻居累不累？你说他从早谈到晚，吃不吃饭呀？他自己听自己谈的东西不腻吗？我们腻了。今天最过分的是谈了一首《安静》。你说气人不气？太有意见，挑衅！我跟你说，别怪我们带瓜子了，我们得到他们家来横一横。有饮料吗？给你们一瓶进口吧。哎，不错不错。来，干杯！干了。这个地儿我看着也还行，就虽然小一点啊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啊。哎，你也碰一碰。这不容易，不容易。点点哎、意思也还真碰。邻居不是人系列，干嘛呢？不，我们让卧室节目嘛，就有一定的。精髓和主旨在这儿，我们就是卧室的主人，不管在谁家在听我们的。哎，从小我们学了一个什么叫主人翁意识，嗯，对吧？我们就来翁一翁，翁翁翁，得先把这个气势拿出来。嗯，这就引出了今天的主题，什么呢？吵死他！不是，您看我们这邻居肯定也很烦恼，对吧？谁到底烦恼谁？反正就是有人很烦恼，要转场了吗？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烦恼。嗯，那么我们的社员都发来了，我也要哭了。一位叫王艺锦的社员说，每次抽奖锦鲤都转发了，老是没我，好烦恼啊！哇，这事儿大了。那这个问题我好像就比较没有发言权了，因为我经常就是中奖。他是道月社里面唯一中过道月社的奖的人，道月社自己的奖我中了两次吧。哦，好像是大家一起吃了两次铁板烧，对吧？等会儿停，别说了，咱是给人解决烦恼的，你这是给人增添了烦恼。你这是气人吗？我觉得中不中这个事儿吧，其实就是看命。就说人命不好。说人命不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心态问题，你中了，这是白来的；你不中，应该的，你也没损失什么嘛。但是你如果为此而烦恼，你就损失了，损失了好心情。你只要没丢钱，你就相当于在赚钱。那我没丢脸，就相当于我就你就有面子了，有面子了。那可不嘛，这就叫那句古话叫什么？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。对对对 对, 对, 对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。可是别人都有好消息，你没消息。没有我们不是来添堵的啊。那这事儿就完了呗。嗯，完了，我觉得很好解决，不错了，不用再烦恼了。下一题，下一题。下一题啊，下一题怎么没有转场音乐、啊嗯、下一个问题是来自短腿鸡的烦恼，他说，我每天都被一个女生视奸，因为我的同桌是她的前男友。这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其实说起来很气愤。你为谁而气愤？我为我视奸过别人而感到气愤。生自己的气是吧？不是，不该。我觉得世间这个事儿也不是说是不世间的问题，就是人都会有那种窥探欲啊、哦。可能有的朋友还不知道世间是什么意思，我们先解释一下吧、去偷偷的看别人的朋友圈啊，就是社交账号。刚才他说什么？他说就是被世间。对 对, 对。那他和这个同桌有关系吗？以他的描述来看没什么关系，只是同桌可能关系比较好而已。我觉得这事儿得看你怎么想，别人的动机是什么，有可能他想看看与这个男生有关的有没有这个男生的蛛丝马迹，可能不是针对你。我觉得还有第三种情况，就只是浏览的没事儿，就只是无聊。就比如说我看到一个老同学的主页，然后通过他的主页呢，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同学的主页，然后我就会一直点下去，看看这些同学最近近况怎么样啊，是不是结婚了，谁生孩子了，然后谁做。而你还是个单身。对，就是我只是觉得可能有些人在你的记忆里有那么一点记忆，然后你通过一些社，你只能通过一些社交网络去接触到他的现状，对对对，因为你现实当中已经没有交集了。
所以大家都纷纷被音乐感染了，对对对，就感觉特别可惜。我刚说这么多，要不是因为这音乐，不然你这段肯定给你打一段剪掉。你们刚刚说一大圈呢，我觉得高宝宝这个意思应该就是说，觉得不用太在意，觉得它是世间这个东西，它可能只是一个自己对以前的一个留念或者一个执念而已。嗯，也不要先把别人就是有一种对抗感，就不要先出来。嗯，这样心里会开心一点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如果说那个人是恶性的，你觉得他困扰了你的生活，在世间里，你不妨觉得哦，你的情绪现在反倒会被我影响了。嗯，那你没有必要那么烦恼，对不对？其实你在你们的关系中占据了主导。下一个问题，下一个烦恼来自 Nishikido Kurako。他说我最大的烦恼就是找不到男朋友。你这事儿算是跟对了，我们四个。哎，那高兴起来了吗？每次谈到这个时候就是我要说话了。哦，不出去浪怎么可能有男朋友。我同意，说的对。嗯，但杨姐我看她也天天出去浪。还是一个人默默的回家。我们这边有浪的代表，也有宅在家里的代表。对，就是我吧，我比较喜欢出去玩，不说玩啥吧，啥都玩，我没有什么目的，我就是开心就行。所以你看，有的人玩会玩，他玩完之后带回自己一个心仪的对象，有的人玩完之后玩出了玩颈椎病啥的。我是找上认识，别要信老惦记，不要带有目的。嗯，你带目的会很累，压力会越来越大。我真没有目的，真的。所以也没有结果。所以最后他对这种是真不带目的。我也觉得，如果是你带着一个目的和想要一个结果的话，就可能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合适。但你觉得我该有一个男朋友了，凑合凑合得了。我现在的状态是什么？就是如果我没有对象，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。我也有我想要过的生活和想要做的事情。然后我会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安排我自己的一些东西。就是你不一定要过分的强调一个人的时候你的那个孤独感，你的寂寞或者什么，把这些东西放大，而是好好的应该想一想，这个阶段我自己一个人，我应该去做些什么，我想做什么去做这些。杨树梢的意思就是说，享受你人生的每一个阶段。你现在一个人的时候就享受自己一个人，以后有两个人的时候你就安排两人的事儿，那两人的事儿也不轻松。我跟你讲，三个人呢更麻烦啊。对呀，三个人跳一跳，想三个人。我想的是那个三个人。但我觉得既然这个摄像朋友提了这个问题，说明他其实已经在一个人的阶段已经过得，对，过得有些逆反了。木哥上次教了我们一些什么呢？就是如果说你喜欢一个男生或者说喜欢一个女生，你首先要找一些共同的话题。你要把这个话抛给他，如果他抛回来给你了，你再抛，你俩再推给他，尽可能创造你们两个的共同的话题和圈子，这个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方法。误人子弟，对，你们别说了，我要说，我真的，你们看看自己吧，我认真说一下，你们自己也讨论，你让我认真说一下，我不让你说，我看过一个心理学的书，就是说你怎么去培养跟这个人的感情，第一个是你可以经常创造和他的偶遇，虽然很俗，但是真的很有用，因为他的心理上会觉得，我为什么老遇到他？我是不是跟他有缘分？哦，然后就多关注他。对，然后他自己心里就会对自己产生暗示。然后第二个就是，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出去玩，就玩一些那种刺激的，容易让心跳加快的，比如说什么过吊桥，然后玩过山车什么这种。人员太山啊！不是洗吃鸡，玩这种的时候，因为他的心跳会加速嘛，然后跟他喜欢你的这种身上分泌是一样的，他分不清到底是游戏很刺激还是你很迷人。你们难道没发现吗？就是一个人真的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他根本没办法自控。对，比方说高宝宝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他的表现就是默不作声或者沉默下来。朱菲菲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他会变成一个神经质。杨树梢喜欢一个人的表现是什么？变 man。 对，他变 man， 变成一个男人。总之一句话，如果说想了很多办法还是没有找到这个合适的人，那就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。如果说我老了之后还是一个人的话，我准备去建一个养老院。咋又开到养老院了？总结嘛，养老院是为了泡老人。你让浩哥总结一句吧。好好生活，你一定会选择一个最精彩的。最精彩的人都是有很强的磁场，会把别人吸引过来。哇！最后一个问题来自饭团，他说没钱。这个烦恼我跟你讲啊，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。没钱这个事儿吧，
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问题，不只是普遍的，不是现在普遍的问题，也可能是将来普遍的问题，是你终身的烦恼呀。这个世界你哎，不是这意思，打添堵了。我想问你，现在你有钱没钱？没有钱。你有钱吗？现在我没有。你看他怎么的，会弹钢琴的都没有。没钱这个事情，没什么解决办法，挣呗。没什么，真没。钱是王八蛋，没了咱再赚。等你死的时候欠别人个几百万再死。真的，你别没钱，我跟你说。没烦恼了，没了。就这么说完以后，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烦恼。啊，怪不得我们几个天天傻乐呵呢。大家如果有什么自己的烦恼啊，或者一些难过的事情、开心的事情，也可以和我们继续分享。也许我们虽然可能没有解决办法，但是你说出来的话也是一种倾诉。然后我们评论区也会有一些小伙伴，大家可以互相讨论。我们下次再分享喽，拜拜拜。拜拜，希望大家每天都有没有再见可以谈一谈，开开心心的。有钢琴居然不唱一首片尾歌哎！啊，我们唱个片尾歌，我们唱歌可好听了，来吧，唱个什么呢？喂，开心一点。不道别，你还怎么这么伤感？芳草碧连天。换一个开心的，这挺开心的啊。送别吗？